第三课，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Lesson 3. 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一，听力。1. Listening. 第一部分。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这块手表不是她的，是她丈夫的。这块手表不是她的，是她丈夫的。二，她每天早上都要喝茶、看报纸。她每天早上都要喝茶、看报纸。三，你女儿的房间真漂亮，颜色也好看。你女儿的房间真漂亮，颜色也好看。四，送牛奶的来了，你去开门吧。送牛奶的来了，你去开门吧。五，旁边那个大点的杯子是我的。旁边那个大点的杯子是我的。第二部分。Part 2。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今天早上送牛奶的来了吗？我不知道，你看看外边有没有牛奶。六，今天早上送牛奶的来了吗？我不知道，你看看外边有没有牛奶。七，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在电脑旁边。七，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在电脑旁边。八，这个房间真漂亮。这是我女儿的房间，旁边的是我儿子的。八，这个房间真漂亮。
这是我女儿的房间，旁边的是我儿子的。九，你喜欢哪件衣服？我喜欢白色的。九，你喜欢哪件衣服？我喜欢白色的。十，哪本书是你的？这几本书都是我的。十，哪本书是你的？这几本书都是我的。第三部分。Part Three。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 十一，你最喜欢哪块手表？我最喜欢左边的。男的最喜欢哪块手表？十一，你最喜欢哪块手表？我最喜欢左边的。男的最喜欢哪块手表？十二，今天的报纸在桌子上，你看吧。好，我知道了。桌子上的报纸是哪天的？十二，今天的报纸在桌子上，你看吧。好，我知道了。桌子上的报纸是哪天的？十三，你听，送牛奶的来了，你去看一下。不是送牛奶的，是送报纸的。谁来了？十三，你听，送牛奶的来了，你去看一下。不是送牛奶的，是送报纸的。谁来了？十四，丽丽，这个房间真大，这是谁的房间？这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这是谁的房间？十四，丽丽，这个房间真大，这是谁的房间？这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
这是谁的房间？十五，哪个杯子是你的？都不是我的，给我一个新的吧。哪个杯子是男的的？十五，哪个杯子是你的？都不是我的，给我一个新的吧。哪个杯子是男的的？三，语音。Three,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Part one.第一题，听录音，注意每个词中重音的位置。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word. 一，电子邮件。二，半途而废。三，博大精深。四，竭尽全力。五，画蛇添足。六，饱经沧桑。七，拔苗助长。八，侃侃而谈。第二部分。Part two. 第二题，听录音，注意每个词中重音的位置并跟读。Question two.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In each word, then read after the recording. 一，舒舒服服。二，平平安安。三，痛痛快快。四，亮亮堂堂。五，糊里糊涂。六，干干净净。七，黑咕隆咚。八，叽叽咕咕。